我们每一个人为了要达成目标，为了要救自己，爱自己，救自己，丰富自己，对不对？圆满自己，所以要积极的营造对于各种人事物的祝福，而这个祝福都是必须真心的，真心祝福，真心祝福所送出去的能量才是真的，回来我们身上才会受益。这世界因为这真正的祝福能量出去，才会让这世界会更好，更多人因此更幸福。所以这么样一来呢，大家祝福就大家有福，而这些福这一刻我们是自己在营造。如果很快的全世界你我他大家不分国籍啊，不分地区，不分男女老少，大家一起来，就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形？发生一个正能量在串生呢，串生的这个力道以及它的涵盖的面积大到可以涵盖到我们整个地球道场的时候，我们就平安了，我们就平安了。但是在这中间过程中会耗散一些能量，耗散在哪里呢？耗散在现在的地球已经不平静，所以有一些能量场是乱的，是负的，是不好的。换句话说，我们要创造更大的正能量场啊，来中和现在的乱世。那一个人做不能凑效，因为力量太小，两个人做大概也差不多，一个国家做会吃力，但是每个国家都做，每个人都做，这一下子整个这个世界呀，就转过来了。而且呢，必须是人人想清楚，弄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刚不是讲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因为人为己，所以这个好办。这一次呢，我们讲的很简单，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要帮助自己，因为要把能量送出去，然后等着接这回来的能量的这个福分，来改变自己人生中某些层面。那真的，如果大家练习都发现这是好事一件，好事两件，好事一百件，那就大家心手相连一起做。那这时候会怎么样呢？每一天呢，啊，就比如说像我们一个诉求，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件事情，我们要有一个当下的前提，什么呢？就是希望我们自己会变得更好。那我们不管我们自己有没有福，所以我们在每一秒钟希望我们自己变得更好，所以在任何时间点下我们都在做祝福。所以把这个祝福一直送出去，送出去，送出去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会接福，接福，接福。这个铁的定律让每个人都清楚，让每一个人都清楚，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当每个人都清楚的时候，他就愿意来做祝福的工作。当他愿意来做祝福的工作，而因此能量场提升，哎，这就是我讲的，当能量场提升的时候，很多事情原先能量场差的时候呢，你看不出来，能量场提升的时候，吉祥就出来，显出来了，这好事呢就开始运作了。